下面呢，我们要进入啊，约翰福音非常重要的一章，就是第三章啊。第三章上来呢，大家都知道，就是非常重要的耶稣跟尼哥底母谈重生啊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跟上面第二章呢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是借着上面，你比如说23节哈，第二章23节，知道这个时间是什么？是逾越节，是吧？地点是什么地方啊？是耶路撒冷。然后呢，发生什么事情啊？就是耶稣，对吧？主角是耶稣，啊，逾越节在耶路撒冷。然后呢，行了许多的神迹，就有人呢，许多人呢，就因为看见他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但是耶稣呢，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知道他们心里所存的。那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耶稣行神迹的目的是为了他们信，而且因着信要得生命。现在呢，神迹行了，这些人也信了，结果呢，耶稣信不过他们的信，所以这些人白信了。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这就引到第三章来了。所以第三章的重要性呢是在这里啊，真正要解决让我们不是看见神迹而信而得生命。怎么样才是真正要有耶稣信得过的信，真正我们从心里面去接受耶稣，得着耶稣，我们才能得生命。那所以这个呢是进入到第三章啊，我们来分，我们同一样在开始前有个祷告。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你知道当年耶稣在接近圣殿的时候心里有多少的易怒，但是他心里又充满的是对他们的怜悯。他们虽然你信不过他们的信，但是你还是要他们有一天能够真正的相信，以至于得到你的生命。下面就引出来了约翰福音的第三章，我们知道是非常重要的一章，求你真理的圣灵亲自的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圣经要给我们分享的启示的那些真理的重要，让我们不但明白而且可以进入真理，以至于可以活出这些真理来。我们真的求你怜悯，求你看顾保守，你亲自在我们中间说话，你亲自在我们中间动工，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那上来这一大段呢，就是耶稣跟尼哥底母谈重生啊。那我们来念3章1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一段呢，我们可以取个标题，就是重生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了，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出场的时候呢，就多了一个人物叫尼哥底母，介绍了这是个什么法利赛人，又是犹太人的官，对吧？后面呢又陆续他自己说人已经老了，对不对？耶稣又说他，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一个人。那夜里来找耶稣，这个呢我们不要太多的去解释啊，不必要的，我们听他的话来明白他这个人。他上来就说拉比，对吧？你就感觉他自己身份地位很高，但是他见耶稣面的时候开口就称耶稣是老师，这就不一样啊，对吧？就说明他不因为自己身份地位高而看不起耶稣，相反的是放下自己对耶稣一个是很尊敬的称呼，称他是老师，然后说的话句句在理。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看见没有？哇，这个不简单了、他认定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然后呢，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看见没有？又强调你不但是从神那儿来，而且有神与你同在，对不对？若不是有神与你同在，无人能行。所以你看他对耶稣的认识是不是也有相当的认识？那这些我们都要把它肯定下来啊，是一个很有身份地位的人，晚上专程要来见耶稣，一见耶稣的面就很谦卑自己来讨教。那当然他关心的问题还是围绕那个神迹啊，而且呢他说我们知道你，说明他可能还有一点代表性，就是这样的认识还不是他一个人啊，所以真是让我们看见啊，这件事情呢要是往下发展的好，是相当的有影响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大概呢要看耶稣的回答。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给我们的感觉，耶稣没有直接跟他对话去回答他有兴趣的问题，对吧？耶稣一下子一针见血就把什么重生给提出来了，对吧？就说你问我神迹这些问题对你都不那么重要，而重生来说对你才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若不重生你就不能见神的国。那法利赛人呢，尼哥底母当然很清楚啊，不能见神的国就跟神没有关系了，就不是神的百姓了。哇，这个对他的信仰的冲击其实很大，对吧？但是耶稣就是这么一针见血跟他说，你不要先关心别的问题，最最你需要关心的就是有没有重生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对你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提醒，对吧？今天啊，我们信主，对吧？从觉知也好，洗礼也好，对吧？到现在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对重生到底是怎么看的，对吧？还是要回归圣经，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然后来重新调整我们对重生的这么一个重要的真理的认识。那这个地方有一点点我们要指出来的呢，就是和本直接就翻成重生了，对吧？那这个很可能呢是从英译本来的。英文圣经呢很多版本在这个地方都翻成 born again， 那翻成中文就是重生啊，所以呢很可能是从英文译本直接翻译过来。为什么呢？因为原文这个字的本意是什么呢？是从上头的，明白吧？一个从，一个生，是两个字。从是从上头的，生是生发成为，合在一起重生。那么理解起来应该怎么理解呢？就是说人如果不是从上面被生发成为的话呢，就不能见神的国，明白吧？那这件事情可能你一天开始听也没有太大问题，好像只是个翻译问题，对吧？但是你慢慢慢慢读下去，你会知道
就我们现在体会一下，你也会知道，从上面被生，从上面被生发成为，就跟我们就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说对吧？我们怎么可能让自己从上头被生呢？对吧？我们就不就是个地上的人吗？所以这个呢，大概也是一个提醒啊，重生这件事情，整个重生的过程到底神做了什么，到底人应该怎么看，可能我们都要慢慢的做一些调整。总而言之，在这个地方要让我们明白，神把重生是什么，引到天上去，叫我们重新来认识这个重生，对吧？你就知道这个重生是一定跟什么呀，天上的神有关，跟天国有关，对不对？因为他说你就不能见神的国吗？对不对？是一定要从上头生的才能怎么样见到神的国，所以要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地上往天上来带，这样可能才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永恒神的国和神的家。这些概念大概都要跟上面呢联系起来。好，这样的话呢，大概我们一开始呢对重生先有这么一个认识，我们继续进入第二段第四节。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那这就是第二段。第二段上来是因为耶稣前面说了一个，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阿门阿门告诉你，我诚心诚意的告诉你，对吧？说人若不是从上头生，从上头被生发成为，就不能见神的国。我说了，这个对一个犹太人法利赛人的尼哥底母是极大的挑战，对不对？他们以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什么？又守过律法，又行过隔离，又看了神迹以后也知道耶稣是啊，没有神的同在，不是从天上来的就不可能行的。其实他是相当的有悟性的一个法利赛人，对不对？讲穿的话，像我这样的人都不能见神的国，那谁还能见神的国呢？对不对？其实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们看尼哥底母的反应是什么呢？说完第三节第四节，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大家说尼哥底母有没有听明白耶稣那句话？他刚才说的那句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接下来尼哥底母就问，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对吧？大家看见没有，他刚才跟耶稣对话之前，他关心的是神迹，现在呢，因为耶稣对他说了这句话以后，他一下子从关心神迹变成关心什么了？重生了，对吧？他很紧张地问耶稣，我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说明是不是他已经放下了过去那些犹太人的看法，而对耶稣问的问题非常的在意，对吧？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件事情他一下子就明白了，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
对吧？如果说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那么过去不就是全部白了，对吧？所以必须要想进神的国，就必须要来搞清楚什么是重生。所以我们相信尼哥底母其实悟性真的是非常好，他能够听懂耶稣的话，而且思路也跟着耶稣转过来，放下他过去的问题，开始来追求耶稣要教导他的问题。那所以尼哥底母这一点让我们看见了，但是呢，他也不等于说全明白了，因为他后面马上说，岂能再经母腹生出来吗？说明他是很想要追求神重生了，但是如何重生呢？这个问题他没有解决。然后耶稣马上第二次实实在在地回答他说什么，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就算你进母腹再生出来也不行。为什么？从肉身生的还是肉身嘛，明白吧？所以一下子就等于告诉尼哥底母，那不是肉身的问题，重生的概念是灵的重生，不是肉身的问题。所以第二段解决了什么？什么是重生？第一段是重生的重要，第二段就解决尼哥底母的问题。你不要再以为我们说的重生是跟肉身有关，我们说的重生跟肉身没有关，都是在乎灵，是灵的重生。所以这第二段呢，耶稣实实在在的告诉他，就把问题给回答了。但是回答了这个问题，是不是尼哥底母就完全明白了从灵生是个什么概念呢？当然还要加上个背啊，从灵背生啊，这原文也是这样的。那么耶稣就补上了第七节，你们必须重生，对吧？明白吧？到了第七节讲你们必须重生，原本的意思就是你们必须从上头被生发成为，明白哈？就是再一次，那是先说是从上头生，然后呢是从灵被生，然后现在再强调又是从上面被生发成为。那么又怎么跟刚才的从灵生连在一起呢？就耶稣说的真的是有时候有我们不详细讲的，大家好像看不出来哈，你详细讲你就明白了。我再说一遍哈，就是第三节说的是从上头被生，对不对？然后第五节呢是从灵被生，对不对？然后第七节呢说的是从上头被生，对不对？然后呢第八节又是灵，看见没有？就总而言之强调的，从上头生也好，从灵生也好，都是要讲整个生命的更新，不是讲我们肉身的问题，是跟能不能上天国见天国这个有关。你要上天国，你的生命必须是要有天国的生命，那我们地上的人没有天国的生命，所以我们灵里面要重生，或者要从上面被生，要解决这个问题。好，然后我们来看第八节，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里就大家要小心哈，第七节因为很容易我们就把它当成尼哥底母可能还不太明白什么叫从灵生啊，也不明白什么叫从上头生啊，那耶稣就举个例，对吧？好像灵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嘛，他举一个例，就好像风一样，
对不对？好像看上去我们也看不见摸不着风，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感受到有风啊？门一开，呼，风的声音就来了。门一开，像我们冬天外面冷，马上就感觉了，对吧？凉风嗖嗖。那所以好像是举一个例，帮助尼哥底母来明白什么叫从灵生。但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原文呢、啊，这个灵和风啊是一个字，明白吧？然后你要看第八节的最后，很强调是什么？凡从圣灵生也是如此。所以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比喻，但是又不能停留在一个比喻上面，因为从圣灵生也是如此，因为那个风原文跟灵就是一个字。这样的话你来再把第八节认识清楚的话呢，可能我们对重生或者叫从圣灵生或者叫生命整个更新以后才能进神的国有一个新的看见。好，那么我慢慢来哈。这个地方呢原文的意思呢应该是这样，就是风随着意思，随着意思呢原本的意思就是定义，然后呢吹气吐风啊，后面不是随着意思吹吗？这个吹就是吹气吐风，然后呢你听见风的响声。那这几个字时态度要很重要哈。总而言之，这个地方都是一个什么持续的动作，风呢是持续的吹，对吧？风呢是持续在定义，但是我们说这个风呢就是灵，所以你可以理解成什么呀？这个灵啊，它是持续的在定义，能不能就连起来了？你风就是它没有思想的嘛，但是灵的话，它就有一个旨意了，而这个旨意呢，就是持续的要来吹气吐风，明白哈？然后呢，你这不是主语变成我们了吗？你呢？就会持续的听见风的响声，那么当然这个风又可以是灵咯，对不对？那么灵要吹气吐风咯，所以你又可以变成是什么？持续的要主动的去听见怎么样圣灵在那儿做工的那个响声，去感受到圣灵在那儿做工。后面却不晓得从哪儿来往哪里去，提醒人了，就是整个生命的更新是从上面来的，是从圣灵生的，所以肯定是有一部分是在于神。那么他这里就说，就好像风一样，从哪里来你不晓得，从哪里去你不晓得，你就不晓得，你也不可能晓得，你也不需要晓得。所以整个讲的就是这么多的信息，最后下结论就是从圣灵生也是如此。这样简单来说，重生的问题无论是从上面生还是从圣灵生，能不能有点感觉？什么感觉？就是说神要让我们生命被他来更新，这件事情主权在神，他要来做，他按照他定义的来做，而且要持续的来吹气吐风，这样的来做，对吧？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呢，又说我们人你是可以怎么样听见风的响声，而且非常强调你是可以持续主动的可以听见那个灵在做工，灵在吹气吐风。
那么难。所以要我们重生，要我们生命整个更新，不错，是神的做工。但是你我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常常有弟兄姐妹就问我，这个算不算重生啊？我到底有没有重生啊？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其实是常常的，你不要说弟兄姐妹了，我们传道人可能都有，对吧？当你又怎么样得罪神，得罪弟兄姐妹，甚至于怎么样又做错事，对吧？甚至于又怎么样跌倒，在这种困境当中，你会问呢，像我这样的基督徒算不算重生的？还有我们祷告，使劲祷告，就好像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神回应我们祷告，你又开始怀疑了，别人祷告为什么神听，我祷告为什么不听呢？是不是我就没有真的重生成为神的儿女呢？所以这个基督徒很可能会产生这些困惑，对吧？所以一定要搞清楚重生，生命的根生，从上面生，从圣灵生，是有点抽象，而且圣经也说了，其中有一些你们是不晓得的，就像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是不晓得的，对吧？每一个人重生的经历也可以是不一样的，是神在定义，对吧？所以当然就有不可知的部分了。但是宝贵的是什么？有两件事情你我不要忘掉的。一件事情，圣灵应允我们是什么？他定了义，要持续的吹气吐风。于是我们这边就有得了吧？得什么？只要我持续主动的去听，神一定让我们会听见，神一定会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是被他生的。能不能从第八节里面把这个关键抓住？所以你不要去问别人我这个算不算重生，因为又不是他让你重生，你问他有什么用？你就去问给你施洗的牧师也没有用，对不对？你一定要认定这件事情是神在做，而且神不但做，而且他怕你不明白，特别告诉你从圣灵生也是如此。所以你要明白有没有重生两件事情，你要相信神定了义，持续的在那吹嘘吐风，他在那做工，不是一次性的。他爱我们，他有我们生命更新，他就持续要做工到我们的身上来。然后呢，我们不要怀疑，你如果一次没有感受到圣灵做工不要紧啊，你持续主动的去听啊，竖起耳朵来听啊，真正的用心去听，圣灵持续吹气度风，总有一天要让你亲身感受，从心里明白。不但相信神重生我，而且相信神持续的做工，要在改变我的生命，而这些改变就是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感觉到，真正的听到神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所以第八节呢，是真的交代清楚了什么叫做从圣灵生，其中有不可知的部分，我们不要去强求，不要去好像非要问出个所以然来，这不是我们人能够，也不是我们需要明白的。但是凡是我们能够，我们需要明白的，神赐下了很清楚的应许，你只要持续用心去听，你就能感受到，因为他在不停地在为你
做工，他要更新你我的生命，这就是他不变的旨意。我们要抓住的，我们要信的就是这个。好，然后至于这一段呢，大概有了这样的明白呢，我们就可能对重生这个概念呢要有一点明白。好，我们再进入第三段。那就第九节开始，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那看上去好像他还是没有完全明白，但是呢，怎能有这样事呢？他那个迫切的心没有，更加的迫切。 你觉得吧？所以尼哥底母基本上是跟着耶稣所说的话在走，当然他不能够一下子完全明白，所以他又有问题。耶稣就回答了，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那大家一定要把这两个连在一起看，好吧？不要以为耶稣好像有人讲的好像是责备尼哥底母，其实他因为知道尼哥底母是有身份有地位的，而且他说我们，是不是他有一定的代表性啊？所以希望尼哥底母，你是做先生的，你明白了就可以让更多的人也都明白。所以接下来马上就到，我再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对吧？所以这个呢才是耶稣的心啊，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我这样把第九节一直到十五节念一下，大家感觉没有啊？它跟前面第一节到第八节是不是有点区别啊？明白这意思吧？就是不管是从上面生，从灵生，中文都翻成了重生，但这个字到了第三段没有出现过，一下子就把我们引到最高潮，得永生。那这个大概需要我们好好的来思想第三段的真正的重要。好，我们来看第三段，十一节上来就说，我实在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那耶稣呢，是真正的要来把整个我们生命怎么样被更新啊，被神来更新，以至于得着神的生命，才能进神的国，要进入最彻底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真的知道，真的因着明白知道可以真的进入。那这一段呢，上来就给我们第一个看见是什么，就是他不是现在来跟尼哥底母谈重生的，从他传道以来，他一直是要为这些事情来做见证。问题就是什么呢？是一个人生命能不能更新，他有第一个障碍，就是不肯听耶稣的话，不肯领受耶稣的见证，是倒过来讲的。所以你我要真正的重生，真正的要生命被更新，要得到从神来的生命的话，就是要放下自己，要用心去领受耶稣的见证。所以从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到现在，有几次
重要的见证呢？当然，施洗约翰有过几次重要的见证了，对吧？看呐、啊，神的儿子要除去世人的罪孽，对不对？然后啊，看呐、啊，这是神的儿子，对不对？然后还有一次什么？看见圣灵做工以后，他说：“我证明这就是神的儿子。”当然，这些是施洗约翰的见证，但是也有圣父、圣灵做工在里面，对不对？也有耶稣参与在里面那个施洗，所以这些呢，大概是一部分。更重要的就我们已经经历过了。第一章结束的时候，51节，我们再念一下耶稣怎么说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之身上。”这个启示是不是耶稣的见证呢？这个见证是不是跟能不能把目标对准神的国，然后有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都相关呢、啊、你听懂没有？就是从一开始到这里，处处都要明白耶稣的见证一直都带到跟尼哥底母谈重生，都在讲一件事情。好，还有没有一个重要的见证？怎么样？洁净圣殿。洁净圣殿里面是不是有一句很重要的话？第19节啊，耶稣回答：“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然后门徒想着的时候是什么？这就是他的死而复活。这就让我们真的看见了，怎么样才是真正的重建。重建必须要连到耶稣的什么死而复活。没有主的死而复活，就不可能有这个重建。所以你把这耶稣自己的这两处见证跟我们这连在一起思想，是不是全连在一起了？他非常的强调，前面已经做过2次非常重要的见证，你们却不领受我的见证。所以你要真正的被神重生的话，被圣灵生，被从上面生，你必须要除去的第一个障碍，就是愿意不愿意领受主的见证。好，12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是不是也在引导我们认识啊？你总而言之，你要把这个整个重生的故事上上下下都要真的要上下文把它吃透，对吧？不能见神的国，不能进神的国。然后现在又在讲什么？如果你们不信的话，对不对？不信什么？地上的事，你怎么可能信天上的事呢？什么是他要讲天上的事啊？你不是要进天国吗？他已经把这个整个的关键点一点一点在告诉我们。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了。能不能把这个又连起来想？刚才不是说吗？重生原本的意思是什么？从上面生嘛，对不对？怎么样才能从上面生呢？只有从天降下的人子，只有使者在他身上上去下来，把天和地连在一起的人子，才有可能借着他，我们可以见神的国，进神的国，对吧？你们要信不信？要信这样一件事情，要信耶稣，要信耶稣的什么？你不信耶稣的话，你不信耶稣的见证，你不信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你怎么可能有从上面来的生命而进到天国去呢？所以这些每一次都在向我们启示，每一次都在向我们做见证，要我们真的去明白耶稣的话，以至于把我们的心带到他的里面去。当然十三节这里有一句是很特别的话，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因为后面还有类似的启示。他怎么说？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是不是跟一章十五节很像啊？他已经降下来了，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了，但是他却说我人就还在天，对吧？明白不明白？他是不受时空限制的那一位，他是真的把地和天连起来的那一位，也就只有他可以把我们地上的人带到天上去的这一位。所以这件事情呢，他都看重是你们要信。好，最后顶峰了，十四十五节，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啊。因为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所以他想讲到最后我就引用一段旧约，我相信尼哥底母就应该是完全明白了。他引用的是哪一段呢？摩西在旷野举蛇。大家说这件事情可能大家还记得，不过是发生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红海，出埃及，对吧？进入旷野，对吧？四十年在旷野。举蛇发生在旷野初期呢，中期呢，还是晚期？发生在晚期。那时候亚伦、米利安都已经不在了，就剩摩西了。你知道以色列人怎么样？因为天天吃玛纳，他就不看重这个玛纳是从天上来的，他们看重的就是你叫我们天天吃玛纳，这个食物也太淡薄了，讲的不好听点，就把我们胃口都吃倒了。他们就没有一颗真正的感恩的心，而是一颗埋怨。结果呢，这火蛇来就把他们咬了，咬了就死。这个时候他们才醒悟过来，是不是得罪了神了？得罪神，他就求摩西为了他们向神来祷告，神就赐下了这个，你只要做一个铜蛇放在杆子上举起来，凡用信心仰望这铜蛇的就必得活。看见没有？不是说活了以后不死，而是说神拯救的方法赐下来了，你愿意接受吗？你愿意相信吗？你愿意接受，愿意相信，你就可以得活。那么有了这样一个背景呢，耶稣马上来讲了，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同样，你愿意相信吗？你愿意仰望吗？你愿意接受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就不是得活了，乃是得永生。那么得了永生，永生这个永是什么？实是很久的生命，就是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只有神的生命，只有基督的生命才是永恒的生命。你得了永恒的生命，你不但就有永生，而且就可以进怎么样神的国，因为你有了从神来的、从天降下来的神儿子的生命，你就有了天国的生命，就可以回天国。所以整个的讲重生其实是这么很重要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再联系起来思想的话呢，是不是又比前面讲序的时候讲一章十二节的时候或者是讲这个其他的地方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就更深入了一点。因为呢，直接讲到了耶稣怎么样必照样被举起来，提到了十字架。所以为什么要把整个的高峰停在这十字架呢？很清楚就告诉我们，我跟你讲很多从上面生从灵生，对不对？圣灵持续在吹风，你可以听见等等等等，人到底能不能重生呢？一直要到我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之后，人的重生，人的生命被神重新来生才成为可能。他要我们领受这个见证，他要我们相信他的话，他要相信，他要我们相信他是从天降下来，他要我们相信十字架的救恩。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去明白神要做什么。一直要他完成十字架的救恩，才把这条你我地上的人到天上去的路打通，然后我们愿意不愿意相信，我们愿不愿意接受，对不对？然后去决定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被神来重生。所以这些地方详细的我们就应该相信都是一样的比如说讲这个信的问题这个信的问题一样的是指什么？自信信托，而且是什么？要持续主动的信，而且还要怎么样？向内进入到他的里面。所以这些呢都没有，能不能听懂我说我是不是快了一点？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十五节的结束也是为了所有的持续主动自信信托向内进入他的人都持续的持有永远的生命。按照原本的意思呢就是这样来讲所以大家呢印象再深刻一点，我再重复一遍，叫是为要就是耶稣被举起来，他的目的是要为什么呢？是要所有持续自信信托向内进入他的人都能够怎么样持续的持有这个永远的生命。这永远的生命我们说就是神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才有可能是实施很久的生命。那这样呢我们整个过程大概就比较清楚了。实施很久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也是基督的生命。有了神的生命，我们才能进神的国，回神的家。所以整个到底人怎么样重生，真正要问的问题是人怎么样生命被神来更新，以至于有了基督的生命，就是有了神的生命，我们才能真正的怎么样进神的国。那怎么样才会有基督的生命呢？就是一定要基督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去相信，我们去接受，我们去得着基督死而复活的生命，这个才是真正永恒的生命。是不是这样大概有点明白？那我再说第一段它的重要性我就不重复了，第二段
就是说不是肉身的问题，是灵的问题。灵的问题我们就觉得有点难，看不见摸不着嘛，不知道圣灵怎么做工嘛，而且有很多是未知的，神也不要我们知道嘛，对不对？但是他应许我们，他持续会吹风，持续会吹气吐风，对不对？让我们持续愿意听的人一定能够感受到，对不对？但这些呢都好像不具体。那么到第三段呢就摆出来了，整个重生，整个生命被神生，被圣灵生，从上头生，好像很难。其实我们今天知道这个难的都在十字架上解决了。所以只要相信，只要依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就可以被神重生，被神来更新，得着基督的生命，就能进神的国。所以整个重生的概念，我相信大概要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理得比较清楚了。所以很多地方呢就不需要啊去跟人家争的很多，对吧？就是我们一定要思想第七节、第八节，一直到十四、十五节，要把它连在一起想。不要再问，我这算不算重生？你问你这算不算重生的意思，是为什么呢？因为你跌倒，对吧？然后你就问，我那一开始的重生算不算重生呢？我一开始的我的重生算不算我的重生呢？你围绕的整个概念还是我，对吧？你考虑的都是我有没有重生，这里面多多少少其实带着的一种因素，就好像在重生的问题上，哎，我是有决定性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想清楚，整个的重生是神要来做成的功，而且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得胜，他已经完成。我有没有重生，其实应该问的是，我有没有相信和接受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呢？我们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对吧？所以真正如果有人要问我们，我这个算不算重生，我相信你我都不敢说任何一个弟兄姐妹到底有没有重生。最好最好的办法就是带他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就像耶稣对尼哥底母是怎么讲重生的，我们也照着圣经，让他回到圣经来看重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你问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你有没有领受耶稣的见证呢？你有没有相信耶稣是从上面生呢？你愿不愿意接受十字架的救恩呢？对不对？这一切才是你应该问的问题。如果我领受，如果我相信，如果我持续的自信信托向内进入到基督里，你就可以怎么样？持续的持有那个永远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啊。这么清楚的救恩，这么清楚的目的都摆在我们面前，整个救恩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这些信的人可以持续的持有住，持有住什么？基督的生命。你进神的国不就问题就解决了吗？关键就是每一个环节我们有没有回到圣经里面去想，回到圣经里面去体会，有没有信圣经上的每一句话，
这一段每一句的教导，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完全明白，真的接受，我相信你就不会再问这个问题了。因为神已经做成这件事情，他做成十字架的救恩说就是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叫一切信他的人怎么样都能够持续的持有住基督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我们就感谢神，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当年你在耶路撒冷逾越节的时候行了许多的神迹，也有很多的人信了你的名，但是你却信不过他们的心，因为你知道他们心里所存的。事后有尼哥底母来找你，你借着这个机会对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真的要摸摸耶稣的心，他比耶路撒冷的人心里更着急，他不是不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他们，而是太愿意把他们救出来。关键是人的心能不能摸着主耶稣的心，一次两次三次要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要我们真的听明白他的话，从他的话里面去摸着他的心，知道他要在我们身上做什么，花了多少的代价，为的是要我们真正的能够被神生，从上面生，从圣灵生，真正的持续持有那永恒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就能进神的国。主啊，就求你当年怎么样用你的心去感动尼哥底母的心，今天也一样的来感动我们，让我们不要停留在理性上，让我们明白主的心，以至于愿意我们整个心都回转归向他。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